当你在小刺猬打瞌睡时给它按摩，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偷偷动了下鼻子，眼睛稍稍打开，生气喷气了，体会到了按摩的快乐，嘴上骂骂咧咧，但是身体却很诚实地翻了出来。渐入佳境的点儿，力度不对，又开始骂骂咧咧，舒服到翻白眼，哈哈 哈，完全熟睡。趁熟睡偷偷摸点儿的脸，熟睡的猪。